你的力量出的太少了。那 Energy 其实看两位这个练舞到现在，比赛是很残忍的啦，然后因为一定得淘汰一位，就两位，其实在之前都有一些舞蹈底子，可是真的今天的表演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好，尤其是道远，而且在你的强项唱歌上面，你今天也没有表现得很好。嗯，好，最后还是要请小芳老师宣布，今天超级星光大道要淘汰掉的选手是林道远。好，要淘汰林道远的原因，除了刚刚刚刚老师的话，你一定要听进去。而且，其实我们有讨论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你这几次的表现真的没有我们预期的好。我相信你自己可以感受得到，尤其是有了舞蹈以后，你反而歌唱变成了一个障碍。怎么会是这样子？这毕竟是一个歌唱比赛，要么你舍弃舞蹈的部分，舞蹈分数低一点，可是你歌唱的分数要保持住，可是你却没有保持住，这是我们最遗憾的地方。嗯，好。林道远来往前一小步，其实我们一直在讲林道远从上一届第一届的这个 PK 赛就出现，然后来这个舞台跟大家也是这个蛮久的朋友了哦。不过其实来星光大道应该真的学到不少吧？哪一方面你觉得获得最多？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我没有感情去唱歌，然后到中间我一直听老师觉得说我就是没有感情，然后之后我有学习到说如何用感情去唱一首歌，那我觉得我真的感受到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我真的谢谢梅梅老师。嗯，好，可以说是来这边跟很多的名师哦学习，让大家提点一下。不过其实在这个星光二班，刚刚已经有一位呢，已经哭到本来是没有坐在这个二班的位置上。魏如云同学来请出列。因为他跟这个不仅是道远、千娜感情都很好，所以刚刚这个已经在这边，来来来，你刚刚在台下哭多久？蛮久的，口红也没啦，眼影也花啦，啊，颜色全部磨掉了。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导演说？叫你认真一点，就是我还蛮担心他，到昨天都还在忘词的。而且林道远自己还在手卡上告诉主持人说，我若再忘词就剃光头，再忘我就剃眉毛。好了，没有关系，我觉得来这边哦，其实这一刻也很重要，就是大家不要真的以为好像没有关系，些微的那个差距哦，其实台下的评审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小胖老师，是道远，你也是我这一届里面最想拥抱的一位选手，过来抱一下。来来来来，小胖老师请出列，来来来。好，道远要继续加油，因为能够走到这一步真的已经不容易，表示你有这样的一个潜质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最后是不是小林老师也给他几句建议，如果他要继续往下走的话，什么要改进？比赛到现在你的稳定性其实是比较差的，唱得非常好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都感受得到，但你那个好是真正可以打到每一个人的心，但是为什么也可以有这么不好？所以它中间的落差怎么可以这么大？再把自己再认真的找一次。好，所有星光二班来最后跟我们林道远握手拥抱。今天在超级星光大道我们要淘汰掉的选手是林道远。好，大家都尽力了，好，好的，那么所有接下来的选手要更注意的是，每一个环节都要小心，一不小心就离开这个舞台。道远，加油啊！小胖子，加油！多少的辛苦你都撑过来了，好吗？加油！我们希望能够这个在不同的舞台呢，将来看到呢这个更努力的林道远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大家从百强到现在的支持，那我一直想把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，但是对啊，还是没有办法。
能用真心说抱歉，我现在还里面靠近你。星光二班最漂亮的胖子林道远，他用最温柔的歌声陪伴着大家度过了这两个月的时光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风中的雨点打痛我的脸，深深埋藏这段未尽的心愿。我很瘦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I hope you don't mind, I hope you don't mind, They have put down in words。在大家心目中最温柔的胖子林道远，年纪轻轻的他以温暖的嗓音和对歌唱的热情，在星光大道的比赛中唱出许多令人动容的好歌。但这样长期考验之下，由于演唱表现不够稳定，让他在今天的快歌指定赛中遭到淘汰。在离开之时，一同奋斗的战友们给他温暖的拥抱。一百多个日子以来，同甘共苦，一同为了梦想而努力，大家满满的不舍，让他含在眼眶的泪水一度决堤。但唯有将评审老师给的鼓励及建议谨记在心，努力改正缺点，才能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期待未来能听到你用歌声再度温暖每个人的心。在下周比赛中，超级星光大道十强即将出炉。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跟线上实力派超级天王天后来合唱。世界没有泪水，我已经感觉到疲惫，只想在你怀抱入睡。你吻过，你爱过，也恨过，拥抱过却犯错的情人，我不能再问。这世界上没相思有多好。千万别错过下周的艺人合唱指定赛，星光大道的前十强即将诞生。而最后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 Energy 所带来的《天生反骨》。千万不要难过，别自取其辱，尽管挡在前方，我从来都没在乎。为反对而反对不是我的路，我只是不想让汽车的轮胎束缚。蓝色的绷带下有我的愤怒，唱着在坟墓中也会对现状不服。你累了就说吧，怕了就逃吧，不服就哭，总之你别管我。 So fight， 我不怕失败，拳头越快越狠，我变越拽，小心真面目抖出来。残酷游戏规则，从不放弃，否则我输给了原则，违背自己万万不可。你说我有不服输的血统，只要我敢冲，天生反骨放手一搏。我说人生有宝典才算破，就算不成佛，我要让整个世界都服我。超级星光大道每周晚间9:30准时开唱。